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汪哥说电影，我是弟弟。之前我们看过动漫《虫师》系列的前两集，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同名漫改电影《虫师》。这个世界存在着一种神奇而古老的生物，人们称之为虫。它无形无色，几乎不属于任何一个科属，却可以对人类的精神和身体产生巨大的影响。而男主角银谷就能和虫交流，他为人们驱虫避害，所以被尊称为虫师。 而这部电影呢，以插叙的手法，同时叙述了银古长大后和小时候的两条线。银古小时候名叫阿善，在一次泥石流中被独眼虫师奴医所救，奴医待他如亲生儿子，却一直希望阿善能够离开神山，因为他害怕阿善被住在池塘的永暗虫侵害。和永暗虫寄生在同一条河里的还有银古虫，银古可以吃掉永暗，抑制永暗的扩散。 但是银骨散发出的光却对虫师有吞噬作用，他的一只眼睛和头发就是这样被吞噬的。只要头发开始变白，总有一天他会彻底失去双眼。阿善知道后，为了让奴医放心，决定以一己之力打败永安。小孩子家家哪里知道虫的厉害？他如愿以偿，看见了永安和银谷，却被奴医逮个正着，赶下山。奴医为了彻底消灭银谷和永安，决定做个了结。谁知阿善中途折回，并下水要帮他。 奴役为了救阿善，被银谷反噬，失去了另一只眼睛，而阿善也失去了一只眼睛，离开了奴役。长大后，阿善忘却了往事，成为白发独眼的重师银谷。这天，他受邀去到一个村庄，原来村庄里的人全部耳朵不适，大部分人单耳失聪。银谷一听就觉得不对劲儿，让村民带他去屋子里查看。 果然发现了虫住在村里的巢。原来这是一种专门吸收声音的虫。由于大雪吸收掉了声音，所以虫就从深山移居到人类的村子里，寄居在了人类的耳朵里。银古用药水放进村民的耳朵里，药很快就从耳朵流了出来，然后村民的耳朵就被治好了。但还有一个小女孩的情况比较特殊，小女孩额头长着四个奇怪的角，噪声从那对角进入她的脑部，就像小喇叭一样扩大了所有的声音。 所以女孩时刻不得安宁，而女孩的妈妈就是因为这种脚去世的。银古知道这又是虫在作祟，果然他在女孩的房间发现了虫。这种虫会趁人睡着进入人体内，寄生在人脑底层记忆的深处，让女孩一直想起妈妈的声音。而脚就是虫转变的。银古将女孩妈妈留下来的脚捏碎，果然女孩的脚很快就掉落了。但其实银古并不是唯一的能够和虫交流的人。 少女谭优的家族世代被虫寄生，要解开诅咒，必须把虫全部封印。谭优为了将虫封印在字符中，每天都会用虫写字，但是最终被虫反噬，身体开始变色变硬。银谷受邀去为谭优驱虫，但这种现象他第一次遇到。幸好谭优家的字符上记录着驱虫办法，但看到一半时，字符触发了银谷身上的虫，很快字符就被吞噬了。谭优的仆人说这是永暗。 原来这么多年，银谷身上一直寄生着永暗，但他却完全没有感受到。为了救谭优，银谷必须找出永暗，释放出被永暗吞噬的虫。然而他自己却被反噬昏倒，幸好恢复过来的谭优赶过来封住了虫。可是他们还没有找到永暗真正的源头。为了彻底驱除永暗，银谷去到山里寻找当年的住址，回去却发现奴医已经被永暗吞噬，并抓住他大叫银谷醒来。不久后，奴医便被死去了。 原来银谷之所以一直没有被永暗吞噬，是因为银谷寄生到他的体内去了，只是陷入了沉睡。银谷用酒洒在奴役身上，祭奠了他，然后转身离开了大山。这部电影呢，作为漫改，可以说算得上成功。电影基调没有偏离原作那种神秘诡谲的色彩，同时也表达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。 我常常会想，作者为什么要创造这样的一种生物来制衡人类呢？或许是因为现实里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生物，害怕人们忘记去敬畏大自然吧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。